Hello， 大家好，又是我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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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某。最近不知道老板是不是觉得我一个人主持没有什么人看，所以今天又叫我请了两个美美的朋友来，他们就是炫最新网剧很红又怎样的女主角。Hello， 我是 Kendra。Hello， 我是凯欣。你们知道我今天带你们来这里是做什么的吗？不是想去咖啡吗？是来这里租屋区哦。所以我们去你家喝咖啡是吗？No， 今天不是去我家，的确要去一些隐藏的必打卡咖啡厅。走啦，我们走啊，等什么？这一间我带你们来的就是叫 Wood Bloomen， 好男人。不是，他的广东话是好男人。呢度嘅好特别嘅咧，就系有金香鸡肉 sandwich 啊。金香配 sandwich。对，就是要吃康香 sandwich。 你看他很大方，他鸡给超大块、啊、是重点是我以为他会很咸，可是不会啊，因为他又有菜，感觉这个面包综合掉他的咸味。你看我还叫多来一个叫 cheesy meltdown 的给你们吃，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得到啊，其实它里面是有 hash brown 啊 mushroom， 还有 tomato，它有 cheese 的咸，然后又有一点点酸，应该是懂得多的一点点酸甜酸甜。它很厉害耶，它就是这种很腻的口味啊，就是 cheese 也是很腻嘛，可是它就会放一点东西综合掉那个腻的感觉，这是 vegetarian 的，所以你可以带你的 vegetarian 朋友一起来这个摸满台呀。你们觉得这里如何？因为一般在主屋里面，我以为从外面它是不会有冷气的，而且看起来有冷气又很冷，而且位置又很大，对，环境很好。而且这里的食物呢，就是。你要比较重口味的有重口味的，你要比较清淡的有比较清淡的。如果你不喜欢吃饭，不想要吃面，不想要吃什么，吃那种普通的 sandwich 好像不够你饱，我觉得你可以选这些。现在我要带你们去吃一个是西餐的。西餐？对，它就在刚刚我们那一间的后面罢了。现在就带你们来到一个比较Instagramable 的地方，就是你看到 Instagram 上面很多那些网红啊拍照片的时候都会来这种地方，男的可以来拍绿绿的那边，女的可以拍pink pink的那边。我们的食物就是这个 Hajong Chicken Chop， 一大鸡吗？我们没有刀，我发现。哎，我有哎，到你了。就是、看样子，什么叫看样子？看起来比较会切。吃原味，原味。切。它外面是脆脆的，然后里面是 juicy juicy 软软的。可是我之前想象它是很咸的，可是还好不会很咸。不会，因为听到那个哈姜的名字，是不是？甜甜，一点微微辣，微辣微辣。而且刚刚秀的时候，其实会有一点怕很腻，又看它这样打嗝，好深。可是再加这个酱的话，就没有想象中的这样可怕。Yeah， soft shell crab。听讲你在那个很红又怎样里面，你是演一个吃播主，对，可以示范一下给我们看吗？真的吗？你会后悔哦，告诉你。请冷静。所以你私底下食量大吗？其实看心情哎，因为我其实对吃的东西没有说到很喜欢，很有热情，但是我一想到我要增肥，我就一直吃吃吃吃吃很多，所以吃到有些男生会，哇，你吃这样多的那一种程度。有没有人很想打他？是哦。我觉得很清新啊，让我来打开看。哇，它的哇是真的螃蟹耶，不是白米的耶，因为它是油炸比较腻一点，然后它比较咸，然后它配那个面就刚好综合掉也是。天气那么炎热，又刚好经过这里，当然就是要喝奶茶啦。有 follow 我 Instagram 的人应该都知道我是一个很喜欢喝奶茶的奶茶控。等下先我要提醒一下还没有 follow 我 Instagram 的人，记得来这里 follow， 哈哈哈哈。还有这里 Alan is called KHSN。 哇，很快这个。然后我就叫了这个啦，这个就是他们的一个 signature 白兔糖奶茶。哇，这跟那个白兔糖味道是一样啊，而且它的珍珠是有味道的。这个珍珠你看是蓝色的，是它是 butterfly pea 来的。喜欢吃白兔糖的人一定会很喜欢，没有色素的哦。这种饮料就是非常适合打卡，然后我们秀给他们看怎样打卡，而且要穿得很复古哦，很帅哦。要带我去哪里？现在我要带你们来这些女人很喜欢来的地方，我们要来吃蛋糕啦。
没有很像那种外国的英式下午茶？伦敦街头炎热的夏天，吹着凉风，吃蛋糕。有，我很配合的。Butter cake。很软，真的，而且它的 butter 味很香，而且它的口感很滑顺，它不会干干。有时候吃这种 cake， 它会干到好像一直要喝水，会咳嗽。它一粒粒屑屑会飞出来，卡住的，飞出来。潘丹古拉姆拉格，so sweet， 真的比较好吃，真的口味的比较好，真的。它你一吃下去的时候，你会先吃到野味，然后慢慢就那个潘丹味越来越明显，很好吃。我轻轻的尝一口，你。重点是我觉得它一点都不甜耶，是它带咸的，是吗？它的椰丝有点咸味，对，它的椰丝是咸的。我以为那个古拉姆拉哥会使到它很甜，可是原来不会耶，我完全打破你的想法。耶，今天呢就到这里啦。Before 结束之前，给你们十秒钟的时间来宣传一下自己最新的网剧吧。大家一定要收看《很红又怎样》，我是很红又怎样的翠霞。快点，你是怎样怎样的亚米？我在戏里面是叫亚米，是一个很吃货。然后我们在每个人在戏里面都有很重的感情戏哦，我们每个人都哭到很劲爆的戏，所以一定要看。对呀，我们就到。